接下来是一人的唱跳。哈哈，我知道。嘿嘿，哈哈哈，嘿嘿嘿，我就是假大人，千山万路啊，啥鬼？还真顺口，告诉你们，另外有个服务，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来听阿佩姐姐讲泰语给你听，保证让你破涕微笑。喂喂喂，你这样说太伤人了。好了，我们言归正传，接下来是嘉玲老师指导三四五六年级英语唱跳 ，It's your birthday。掌声，谢谢。